我现在干嘛？哎呀，奇怪，我现在搭乘的是自强号泰鲁格，自强号的436车次。那我很谢谢这个列车的，列车长啊。就是呢，因为我有身心障碍证明，那我的妥瑞症比较严重，那我很谢谢他给我这个空间。唉，我刚刚就试了，其实列车全部满满的都是人。那我很谢谢列车长，谢谢台铁的列车长给我这个空间，让我焦虑等一下有可能就会慢慢的降低了。他这个空间是一个母婴育儿的空间，但是我很谢谢列车长给我这个空间，让我比较不会这么焦虑。很谢谢台铁，很谢谢这一班436车次从台北开往台东，在今天2月18号的列车长，谢谢你。运动型的话，它会重复人家的一些运动，或是会是激烈的跺脚或者说或者说甩头甩得很厉害。正音型的复杂的话，就是它会讲一个句子，重复人家的话或者说讲一些我们讲的会语症到了青少年以前，大概18岁以前，大概70%-80%都会自己好转那真正顽固型的妥瑞症，影响到一个学业，影响到你的行为，影响到你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社交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考虑介入药物的治疗，或者说行为的治疗。不然一般来讲的话，只要配合家属谅解这个行为的话，一般来讲在同侪之间的话，能够接纳这个简单抽动行为的话，大概他会慢慢的不药而愈。大佬都没有东西呀、对不对？我说我钥匙放在这边，因为我们是没有说钥匙。那你也可以好好的，你刚才一开始就这样，你一开始不让我进来啊？对啊，一开始我是说规定是这样子，对啊，大概就是怎么样你不让我进来，我没有大声，你就不让我进去了、不是说大声就你啊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有理由，没有什么，因为我没有带证件来。上次有一次我就问站长，他说你小东西放着就可以了。你是在上次站长方便吗？站长就这样子讲，他是教育给他。完了，我明天会。几点几分进站？几点几分出站？他来换，那我们就来这，都有一个编号。因为铁路局它是已经取消了月台票的一些那个作业嘛，现在改成换月台证出入月台。那你要接送旅客啦，或者是帮忙提东西，你要拿证件来换月台证才可以进出月台。如果说都没有证件的话呢，拿个什么钥匙啊之类的可以吗？你如果都没有带证件的话，看身上有什么贵重物品，我们就是勉强通融一下这样子啦。太好了，谢谢了。啊！哎呀，还有你多好你啊！欢迎啊，你哦。我欢迎啊！你别搞你这么多地方，我走路太老了。看到吗？
然后我就看着我自己的车票，然后写14E。过了一项之后呢，突然有一站有一个人拿车票说：“哎、欸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位置。”这也是我的位置哎、欸，然后给他看，坐错车，我要去桃园，直接坐到了台中。第一时间打给男友，他居然还笑我。真的笑不出来，男友只只好蹲在车厢前，蹲到一半车长跑来，我想说干嘛还要补车票，结果只是告诉我等等要怎么坐回台北，先坐回去就好，真的有够好。拿着车长给我的纸条到台中准备下车，在我等开门的时候，后面的人突然，原来他是帮我帮我没关后背包，带着大家对我的好，一下子就开始跑跑跑跑跑，每一步都确认走的路是正确，拿着车长的纸条确认用租车车，最后成功坐的车到了桃园，快乐开心的雀跃的奔跑到男友的车上，但东西放在高铁上。今天520啊，我跟闺蜜约台中约会哦，从彰化火车站刚刚1:30出发到台中火车站，才发现我跟她是约在新乌日的火车站。我听到新乌日，我真的是抓雷蛋，因为我从高中到现在已经当妈妈了，从来没有搭对过。有一次是直接搭到台北啦，还有一次是新竹，还有一次直接南下搭到嘉义。那我就刚刚啊问站长说，哎、啊，那新乌日咩那给啊？哦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呢说啊南。南下啊，好，然后呢，我还问了那个饮料店的店员说，哎、欸，请问一下新乌日怎么搭？他跟我说啊，这北上啊，北上。我说哦，到底要相信谁？后来我决定相信站长，结果呢，我就一看到虎优嘛，我就坐上去了。结果我现在我又回到彰化了。啊，1:30出发到现在已经3:00了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我快被自己气死了。这3小时是怎样？火车站之旅是不是？气死！